就三个。为什么闺蜜他们遇到的大陆人都那么温柔，然后我们遇到的大陆人都你妈逼你。因为你要扮小姐姐的声音啊。是啊，小姐。你扮女生的声音，他们就会很开心。我爱学来扮女生的声音，我就是女生。Why？ 对，女生哎，假的。我现在发现哎，对耶。我有时候也会忘记这件事。忘记自己也是小姐姐，对不对？又有这一集耶。姐姐啊，姐姐。啊，我现在连结果嘞，甲跟武器都没有，就先接一个这一集。结果嘞，很大哦。很多假。哎，我看到有人。有没有别人啊？我看到人。啊，有哎。有敌人。很近哎。哦，他就是我们的那个追击对象啊。追击对象。啊，我现在没有武器哦，不好意思。还没有吗？哦，找到一个蓝阔了。蓝鸟虫，蓝鸟，是有谁要蓝阔吗？看看这个，你有蓝阔，你留着。你们多一把吗？要多一把。多一把，帮我带着吧。如果你带得下的话。你把我当带不下的，你把我当人形蜈蚣，人形搬运工是不是？啾啾妹肉便器，你们赶快找个假吧！喂，What did you say? Say goodbye, say sorry, say you love. 哎，等下我，哎，这是哪一首？好久了 ，Vivian。为什么追击对象还在我这啊？你们不是应该把他打败了吗？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你们这两个男人有没有用啊？你都不穿甲，我们怎么跟他打？你们两个人打就好，我也没说我要参战，我在帮你带。三个人，他们三个人，我们两个打是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一直跟一个人擦肩而过，给你脸！我来了，我操你妹的！你们两个，我在啊，我在啊，不要紧张。我受伤了。打的吗？一个了吧？满意了哈？满意了，刚刚气死我了！你们两个冲三十，还在哦，继续打，他们在补血。有一个往上面跑掉了。哦，跑很远呢哦，在那边。哪边？在山崖上。神的注视，熟悉的感觉。阴神之眼，盯上！阴神之眼跟上，血！死了！哎，为什么突然死了？我也死了，我这边有两个人呢，另外一团。赶快复活！哦，为什么不救我？赶快复活！他们现在三个、为什么不救我啊？因为他们三个，我救你们两个，我死定了。慢玉碎了吧？即将蔓延。快！这样不就一个了？很强，这样不是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一个。好了，赢了，谢谢大家。指甲跟上。谢谢大家支持。而且我还升级成指甲呢，哼。哦，死给强。他们有没有厉害一点员工啊？我干。指甲，哎、欸，我。操你妹！偷袭我，必死！死了吗？给他一个图案，快！我没空啊，我要捡他的装备。给他一点姿势，姿势什么姿势？立正站好的姿势。去买个符，我有20000块，好多。买符。Say you love me。哎，你跟我一样，我刚也脑袋。我现在对啊，我刚刚唱这谁的歌啊？好耳熟。Vivian 啊 ，Vivian 哦，那就是肖肖你妹啊！
在孤味里面的二姐啊，不是萧亚轩哦，徐若瑄，你明明就看过她的写真集卖 gay 哦，嗯，有吗？天哪，哎、欸，讲到写真，对啊，嗯，好，没事，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你去拍了吗？我们今天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进货的时候，就是那一台货车上面，他有载别人家的货，然后他就那个司机，就是他就跟我们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来看一个东西？我们说什么东西？他就说是那个最喜欢司机这样，是什么啊？他就说是那个真人，就是超拟真的那个娃娃哦。的，就是 yeah， 好看吗？我知道啊，那个不是黑小娃娃吗？对，那、啊、就是那个在西门町那个一次一千五那一个娃娃。现在西门町有。然后我还把它打开，然后我就哇靠，就是真的是很可怕哎、欸，很真的很像真人。看来阴极真神醒了。哎、欸，指甲哎、欸。带在身上。给他，帮他标，帮他标。标了。你说还有带什么？还有。你有看到真货、喔？我有看到真货、啊。那是有发头发的吗？有头发有啊，光头干掉。而且我同事还说，哎、欸，干他水滴奶，我想说水滴奶什么意思？水滴奶就是那个奶的形状水滴的。Sorry， 我一辈子都没有问过什么是水滴奶，我也不会认真去研究它。怎么会？我介绍几个女用给你就知道了，像那个水普音啊。我不要，他又不看哦，金姐，我也可以介绍几个男优给你啊，像是男优我没有研究 ，sorry。麦克不可，谁进来了？我断线了，刚刚。那个妹，那儿看上去有点意思、啊。哦，有金堆，去那里？嗯，很晃眼。在哦。你们在吗？我在。你不在，但我真需要爱。你却不在。哦，好高，好高，怎么去？没腻哦，那个游戏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却不在。谁会用一窝蜂？不会耶，我完全看不懂一窝蜂成冲成小。机器，超屌，超痛的。真的、哦？那你用哦。我现在拿到。但是我要干净啊！哎，哇。你怎样、啊？给我、啊。你确定？来、啊。你再讲一下怎么用？来拿东西。What？ 这个给你吧。东西下的够不够重？毁灭一切。啥小？这好好耳熟。风云变色。下个片甲不留。是敌人还是朋友？风云变色。有后面那个音吗？有这么？耶耶耶耶 ！Cindy， 我们唱歌有点油。No， 不是那个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只要耶耶耶耶，我就会接 Cindy 呀、啊。Cindy， 爱你你你。爱你情话。我搞错了。过分。我们一直看。对面有人在。Cindy 的名字。对，我来了。大乱斗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先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躲起来。我们打下一个飓风客。哦哦。他们在舔包了。飓风客出来了、欸，飓风客出来了。不不不要这个，我们要下一个有金甲的。Next one。How do you know 这个没金甲？因为还没有，还有一圈呢、啊，最后一圈才会有金甲。Really？嗯，看来你是吃不过多鸡、哦。这是小知识是吗？他们又打了，有敌人。应该都没我多吧？我们不要急，我们不要急，给他们打，给他们打。你这什么圈的啊？我们打了一桶的，就是这个枪。我们等下一圈，下一圈。哎，可是我们现在还是23强哦，有人来了，我好害怕哦。他有两个被勾你一下。就没有我们，因为你对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的着迷，我也很意外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对就是这种臭男人的武侠游戏，因为他很应该是，就女应该是很多都喜欢武侠，对我蛮喜欢玩男生的游戏的，只是长大之后没有时间，而且角色也漂亮，对，主要是角色漂亮。哦，小曼就喜欢武侠游戏，哎、欸，很多女生。去那儿，我冲太快了，退。你，你来了！
行吧，你可以。什么什么？刚去哪里？声音要去哪里？好好好。干嘛呀！我操你！你开大，你开大，你开大。OK。我发现到敌人。刚刚那个前奏好耳熟、哦。恋爱达人吗？超搞！你说什么前奏？啊！为什么那么多人？小曼刚才弹吉他。弹什么？吉他。我开，救命！我开那个了，跟着走。去那个圈里面，刚刚超像恋爱达人的前奏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在打架、啊？好，好像是乱弹的，乱弹阿龙。那现在是跑不跑？哎、我要死，都大家拜拜。阿展，你最好给我吃鸡哦！你刚刚给我绕跑一下，害我被引到怪全部撞在我身上。最好给我吃鸡哦！你大不是有开到吗？开到我开大跑了，然后你们再打，然后我又绕回去，然后我就被打死了。Oh no! Oh no! 你给我最好给我吃，你给我吃鸡就对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。我哪一次没吃鸡了？在上一次，还有上上一次，还有昨天那一次。都是电会啊！哦，有人。他已经在打了呀。那你干嘛靠近呢、啊？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跟你牵手。你看你没有圆舞。一二三，这里只有三，一二三四，哦，四个。干，只那么久没收到，怎样？啊！被发现。哈哈。给你刷。怒火焚身！哎，太太，你也是住板桥的哎？那家伙的头还挺硬。我住永和豆浆。哦，对哈、哦。为什么他们两个不互打？啊，他们一对的。哦，住跟阿俊很近。哦，他们俩一对。我没有住得很近的，是我们常去找他而已。哦。然后现在板桥又爆炸。对啊。对，不够。哇，我经过我看完那个课程，我觉得我画画功力增加90%。我们吃鸡了！阿车，下台一鞠躬。阿车，我们吃鸡了！安人吃鸡。哎，我前面也杀了两个人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录影？有啊。